一罐豆连圈按倒来，一罐豆连圈啊按两条线索来，两条线索。对文化传承来讲，文化传承来讲的话，伊是按孔子甲颜回啊，颜夫子的一个对话来。有一天孔夫子叫颜渊来啊，伊讲我都一以贯之。啊，这句话历史都真出名。啊，思想互咱一贯道的弟子啊，提起要讲的讲，一贯道就是我都一以贯之。但是这个是文化传承是对的，如果你传下的传承来对啊，伊也有淡薄啊缺失。缺失的所在就是讲，这几千年来，不是一贯道一直传来，是第十六代祖才传来，这是伫个文化传承上是对的，传法的传承上啊还是有缺失。所以，另外有一代伫个一个数字啊，专门就。